在我入住民宿的楼下发现了这家小店，这家店就在街边的巷口内，不仔细看很难找到。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豆腐干有这样做的。给我来一串。辣不辣呀？可辣。我发现这家店的老板在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认真和细致。有醋吗？有醋啊，你要吃吗？那就是吃，这个就是。我先点一串尝一尝，看看是什么味道。我先尝一尝这个。这个是白糖。哦，花生带。你老公？不用管，就装，也不用装袋，我就在边上住。吃过才知道，原来是萝卜丝配的豆腐干，味道有点甜，有一些微辣。如果你来到了乐山，有机会你一定要试一试